邪魔し。起きてください。朝でしょ。起きてください。起きた？这小屁屁动啊动，可是你的屁屁真的很可爱，哈哈。银银很乖，也会很爱吃。然而我没事就走去撸鼠，最近特别喜欢给它咬我的手指。莫慌，是不痛的。问了意见，如果仓鼠咬你是不痛，轻轻咬的，就是在和你玩。如果是大力咬你，就可能把你当食物，或还不熟悉你。可可爱爱的。你这是吃饱擦嘴的节奏吗？老师，我在发电。嗯。你弄它，它敏感啊，对这个声音。看我在后面的，哎，我在那边看到有个一直会动哎，类似的。你在弄哪一点？啊？弄吗？本当にこんなに多くの皆さんにお集まり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やつもらったら食べる、何個でも食べる、どんな時でもおやつだけ。乖，这个力道可以吗？他是一只很爱吃东西的胖子，以前刚买回来很小一只，因为他吃很多，所以周围都是他的屎。结尾我让大家看看他的对比照片。